不生气不生气，生气给魔鬼留余地，他是我好不容易才捡来的，打坏了我得治，骂哭了我得哄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骨质增生，他有错我也有错，如果看土豆不顺眼是自己的修为不够，如果我被狗咬了我可以再咬回去，如果我被土豆咬了咬回去就有失身份，而且他只花了我5块钱，5块钱可以坐5次摇摇车，吃5根冰棒，买5个皮肤，开5天空调，如果不揍他一顿感觉自己损失惨重，我岂不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，忍无可忍无需再忍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，我已经控制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力了，我要挑战一天不生气，成功了我就给你买口红钻戒包包，我外加一包辣条，这个是你说的哦，一言为定，明天再收拾你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就因你早逝了，希望他明天就能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可恶，是谁吃了我冰箱里的烤鸡？糟糕糟糕，把这件事给忘了，对不起。我算了算了，不生气不生气，为了我的新款包包钻戒口红我忍。哈哈，原来让巴拉不生气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那我岂不是自由了，今天把所有想干的事情都干了，明天他要是生气再另想办法，就这么办。老豆子，你的臭袜子又到处乱扔，你给我快去把衣服洗了。啥啥？你说什么？不生气不生气，我是说亲爱的老豆子，能不能麻烦你把你的臭袜子收一收，顺便去洗个衣服呢？不能。好，我问你，嘿，如果你不能的话，我就顺便帮你洗了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生气不生气。哈哈，今天拿我没办法了吧，干脆今天要玩就玩大一点，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哦对了，今天我要和隔壁村的二狗一起玩游戏，晚上可能就不回家了，所以你这肯定没问题，不生气不生气，去吧去吧。这个挑战果然好，现在我想出去玩就出去玩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，再也不用晚上陪爸妈看欢迎宝宝了。可恶，不生气不生气。不对，我不生气可以，但是万一他明天反悔不承认我赢了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趁他不在提前做点准备。他这电脑不错嘛，卖了。这衣服卖了。床感觉他在别人家玩也用不上了。还有是时候把这房子也卖了。大家别误会啊，我只是单纯的想换套房子，并不是想要土豆无家可归。谢谢，这是你的钥匙，以后这个房子就归你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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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终于回来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应付巴拉呢？总不能真的给他买包包吧，先回去再说。呀，你是谁？你这个彪形大汉怎么在我家？你谁呀？这是我家家队。怎么可能，这明明就是我家，你看这电脑。这没有电脑，家具的排序也不对，我好像真的走错了，对不起。怎么回事啊，地址没错啊，这的确是我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啥？老豆子，家已经被我卖了。毕竟我赢了你之后你也买不起包包，所以我拿着这笔钱自己去买了，不要担心我也不要找我。什么啊，我就跟你开了个玩笑而已，怎么把家都赔进去了？